哎，爹，您耐心听我说嘛。您用几次洋枪就明白了，他真的比功夫还要管用。当年义和团那些还不都是练家子吗？可是最后呢，结果还不是败在洋枪之下。义和团跟我们又不是一回事儿，怎么能搁在一起说呢？哎，怎么不能啊？义和团就是要告诉我们，即便你再怎么勤练武功，我们终究也不过是血肉之躯啊，怎么可能挡得了火枪火炮呢？你什么时候学会和我狡辩了？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来喝茶了，哎呀！鬼儿，哟，你看你们俩，这是咋了？我正在说我的革新计划呢，就是昨天晚上写的。嘿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啊，好事儿。 桂姨，你也觉得好啊？啊，哦，对了，你说过会支持我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就说嘛，奎儿啊，就是为咱镖局着想。啊，一支洋枪要100多大洋？对啊，洋枪就是这个价钱，不过目前也不急着给每个人都配上，让镖师们先学会怎么用。我想呢，先买来个10支就差不多了。哎，等大家都会用了，到时候再买10支。还要10支？ 桂姨，你就在爹面前帮我说说嘛。说啥呀？说镖局火器化的事，买洋枪。哦，总镖头，这个洋枪啊，这个洋枪不能买。啊，桂姨，你怎么这么说啊？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不能买这洋枪。哎，桂姨，你说什么呢？哎呀，你算算。 一支洋枪就要100多大洋，咱镖局上上下下几十号人，这一睁眼一闭眼，每一天都要花钱。哎呀，桂姨，事在人为，就想想办法嘛。哎，呀呀！我忽然想起来，有个女铺子还等着我去结账呢啊！那你们俩先说着，我走了啊。哎呀，桂姨，我还有事儿。哎呀，爹知道你对镖局的一片用心。 可如果想要搞好镖局的话，与其把这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些搞花样上，倒不如好好的把功夫练得再上一层楼，是不是？爹，就算您的功夫再好，快去练武。是。俺是一个快乐的镖师。 俺是一个快乐的镖师，俺是一个快乐的镖师，看点心，闻闻香不香？你咋了？咋感觉你好像没啥精神啊？啊，我没事。哦，这是蔡师傅刚做的，还热乎着呢，你赶紧吃一个吧。对了。 你上午说的那个格杀新咋样了？总镖头知道了吗？啥时候开始进行啊？那件事情，哎，还是不要说了。哎，点心，谢谢。他这是咋了？还能怎么样？邵镖头正愁着呢。 点心，送给我们吧。哦，黑驴。月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我其实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想来看看小猴子和菜刀锋。哦，来，我带你去。嗯。
想不到你这么关心这孩子，还特地带了衣服给他。小猴子是我老家邻居的孩子，经常来我家玩。我又是看着他长大的，所以他就跟我的亲弟弟一样。去年老家水灾，死了很多人，我和小猴子也失散了。 幸好是蔡道风救了他，辗转打听到我来了山海镇，于是投奔来了。幸好您收留了他们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真是多谢您了。哎，我还得谢谢你呀，多亏有你，我们镖局才请到这么好的厨子。嘿嘿嘿，你放心，月娘，我们以后绝对不会亏待他们俩的。谢谢。哎呀，这么热闹啊！ 哟，这位姑娘是？这位是贵掌柜吧？月娘给您请安了。月娘，圆月阁的？是。哎呦，我可受不起啊！你在圆月阁？ 那都是给有钱的公子哥请安的，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妇道人家，我可受不起啊，受不起！小柜子，怎么说话呢？说实话呀，你是不是？我说总镖头啊，你呀也得注意点啊，人家可是花魁，那些有钱的臭男人想靠近他呀。 那都得一掷千金，他现在这么屁颠屁颠的到咱们这儿来了。说实话，我把话说清楚啊，我们这小小的镖局可没那么多钱。哎，你越说越不像话了啊！桂掌柜，您别误会，我只是来看看我两位同乡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哼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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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真是对不住了，我对不住才是真的。难得你来，却闹成这个样子。这个小鬼子就是嘴巴不饶人，他讲的话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我知道。小猴子，什么时辰了？该准备晚饭了。总镖头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也该走了。这么快就走啊？再留会儿吧。不了，我知道小猴子和菜刀锋在你这儿一切都好。 我就放心了，告辞。我送你出去。刘老，奶奶，你快告诉我吧，我的好奶奶哪有卖黑驴的，哪有啊？你们镖局要黑驴，干啥呀？拿来拉货呀？没错，用驴来拉货，那大家在走镖的时候就可以省下很多力气啦。大家把力气啊都花在打土匪上了，这样呢就不怕劫镖了。小猴头真的好聪明啊！既然拿来拉货，他就找劲儿大的呗，为什么要黑的呀？对啊，为什么？ 我懂了，镖局出发得讲排场，能一甩黑驴，唰一站，黑的全黑的，这气派呀！哇，奶奶，你也好聪明啊！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呢，有你学的啊！黑驴，你来排场。啊，你知道了。 怎么了？江大头，带你去看见好东西。什么？走嘛！哎，你别碰我。
好吗好吗，那俺不碰你。这件好东西呀，绝对让你叫好。是吗？走吧，快点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来，这是你要的黑驴啊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要过黑驴了？这位爷，您放心，这位姑娘一大早就来这儿挑驴。你看这驴，通身的黑毛，还有这牙口，你看，哎，多好啊！啊，挺好的，不用看了，你就不要再为难这头驴了。你没搞懂我要黑驴是干嘛用的？拉标货用啊！这一水的黑驴拉出去多气派啊！这黑驴有什么好气派的呀？哎，打住打住！我说您这两位到底要不要驴啊？要要要，他要买黑驴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要这头黑驴。我说您二位拿定了主意再找我行不行？姑娘，你这不是耍我吗？不是。呀，阿良，你在这笑啥？你的黑驴不是他要的黑驴。那他要的是哪种黑驴？噗，洋枪。镖局管洋枪叫黑驴。黑驴，洋枪，洋枪是黑驴。唉，世界真奇妙，俺不懂。报的时候，你看准点，你看这个东西，使点劲儿，使点劲儿，弄这个笨的，拿这个尺子量量，你眼睛本来就斜，你还看这，真是的，干嘛呢？啊，你睡什么觉啊？赶紧起来，起来，干活去。睡什么？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在干啥呢？喝点啥呢？来来来，怎么着？你来干啥呀？哎，吴大队长，哎，各位，俺来呢是想打听个事儿。打听？打听事儿，打听到我们警卫队来了。你们的洋枪从哪儿弄来的？你们这干什么呀？哦，俺们少镖头呢，想买洋枪，可是不知道从哪儿买，所以俺就来问问你们了。哎呀，我们正在做枪呢，做你个头啊！你刚才说啥？你们在做枪？没有啊，真的？那你们真的在做洋枪啊？我们在做洋枪架。咱是不是也有好多枪？那当然了。哎，不过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我就告诉你，你不许告诉别人啊。这是人家偷偷给我弄来的。放心吧，俺只告诉少镖头一个人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批枪呢，是我从马将军的部队里弄出来的，啊，人家进了批新枪，于是呢，就有人偷偷摸摸的把旧枪拿出来卖了，是换下来的呀？你别看是换下来的，那可是好东西啊！最主要呢，这枪是偷偷弄出来的，所以它便宜，30块现大洋一支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手头没那么多钱，但凡我有那么多钱，我立刻给他包完了，我都。听着倒是蛮不错的。哎，你是不是真想买啊？你要是真诚心买的话，我倒能给你帮一个忙。俺们真的是诚心买的，你真能帮俺们？那当然了。不过我可把丑话说前面了啊，这枪可剩的不多了，你们镖局想要赶紧下手啊，保不齐这两天人家把枪就买走了。你想啊，这么便宜的事儿，谁不想捞啊？那现在俺赶紧回去跟少镖头说说。好，赶紧去，我等着你，赶紧的啊，慢走啊。
我们哪有枪给镖局啊？是啊，就是啊，没枪。你们屁股底下都是什么呀？哦，哎呦，队长，您的意思是，我们用这假枪去糊弄他们？他们镖局要送钱给咱们，咱们干什么不要？啊？放枪吧，赶紧干活吧，你干活。桂姨，300大洋您就支给我吗？就300大洋，你口气还不小啊。你看看我这账簿上从哪儿给你省出300大洋让你瞎胡闹呢？哎，这怎么是瞎胡闹呢？如果我有300大洋的话，就能买10支洋枪了。那又能怎么样呢？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别在这捣乱了啊。你看我这账都算糊涂了。哎呀，桂姨，你是最会算账的了，这笔账你不可能算不过来啊。平时要买100洋枪起码得100大洋，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啊。啊，如今正好有现货，300大洋能买10支，生生省了700块大洋啊。桂姨，你看看这是不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？您不是一直想省钱吗？这么便宜的事情您还不想占？能省700俩？嗯，这个便宜咱能占呢？就是嘛，这买卖绝对划得来呀。这要是让咱全镖局的人天天吃豆腐白菜，每个人还扣半个月的工钱，那也得多长时间才能攒够这700两啊？可不是嘛。桂姨，你赶紧给我支钱吧，快点。好好。不对呀，我还没有赚到那700两，我就得先给他300两。哎呀，差点上了你小猴崽子的当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别想从我这儿弄钱，没门。哎呀，好桂姨，你别这样嘛。你听我说啊，我跟您要钱其实不是为了我一个人，这也是为了我爹啊，更是为了镖局着想。有时候我们做事要从大局出发。你少来啊，我跟你爹都不赞成你去用那洋枪。哎，你先听我说下去吧。啊，如果将这10支洋枪分给镖师，就算是镖局里功夫最差的也能够马上成为高手。我就是用300大洋换来10个高手，那镖局的生意还不立刻就上去了？等镖师都用上洋枪啊。桂姨，你想想看，我们的镖局就会很厉害，生意能做多少？到时候爹自然就会很满意了。还有啊，镖局那么容易来钱的话，您就不用处处想着省钱了，而且你也不用再担心大家会说您是一个吝啬又刻薄的人了。其实您心里也不愿意让大家误会你，我觉得这招绝对一举两得，是不是？你能这样想，我就算没白疼你啊。但是你也要理解我一下苦衷嘛。哎，在五魁的心中啊，一直都很理解桂姨的。把钱支给我吧。等一下啊，让我来算一算，看看从哪儿能给你省出这300大洋。咋样，桂姨答应给钱买枪了吗？你咋不说话呀？是不是没答应啊？啊！就这么点小事儿，还能够把我给难倒？那你刚才不理俺，吓死俺了！难见的话真是太好了。明天呢，你就跟我一起到警备队去买枪。看你在这镖局革新计划上立功也不小，我就让你成为我们镖局第一批配枪镖师之一。真的？嗯。整天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偷懒，你都忘了来这儿是干什么的了。这些地方都应该你去走动，不是我。都来镖局这么多天了，你应该学着好好和大家相处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那个新货就来了。是来有什么事儿吗？桂掌柜要汤。正煨着呢，小猴子，快端给他。好。
你手怎么？小孩子调皮，身上擦着蹭着的，难免。哦，这样啊。那个人。以后你要小心着这个人，看他身法的动静，他的武功不在那些镖师之下。哦。哎，队长，您这招实在是太高明了，就靠这些木头疙瘩，又能制止镖局那小子，又能给咱们弄到钱。正愁没机会啊，他就找上门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也就是我心肠软，不然的话，我坑了他信义镖局倾家荡产。那是，跟我抢女人，叫他干呢。哎呀，不过呢，怎么了？您真记得那枪是这样的吗？大概其应该就是这样，八九不离十吧。不，这萧五魁可不比那些没见过世面的二道贩子，或是那野丫头啊。他要是万一发现这枪样子不对，那钱不就骗不来了吗？也对啊。哎呦，叫你这么一说，我越来越觉得这枪不像了，你看。你说他差哪儿呢？他这应该队长，钱找着了。哎呀！哎呦，这宝贝儿，我又找到了，队长，我又可以作威作福了。你看这，你再在这找着吧，就您掉钱的地方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又可以作威作福了。你烫着了。哎，您不该赏我那什么吗？哦，拿着。您给我木头干嘛？接着把这假枪做好啊！谢队长。弟兄们，枪找回来了，就照这个枪做。有一点偏差的话，我要你们脑袋！是啊。大家情绪不是很高吗？是。好了，干活。小五魁，哼，这回老天都帮我，你那300大洋，我的。别着急呀，萧少镖头，您那钱呢？在这儿。这枪跟乡里的一样，都是同一个厂出的。300个大洋，俺们可一个都没有少给你啊！萧少镖头，别怪我啰嗦，有件事儿我得提醒你啊。怎么了？咱这是交易洋枪，不是在市场里买白菜，咱这是按着的事儿啊。您要是一不留神，您弄出点什么动静来了，以后你再想买枪，可没人敢卖给你了。这我明白，对外我绝对不会声张的，就算是出了事，我也不会说是你给我的货。这些我就先拿回去了，回头如果再买，我还找你。好说好说，这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儿吗？大家都好。大家都好啊！
赵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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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
你说是不是？啊，你刚才说啥？哦，原来你在看阿良扫地，我不妨碍你了。哎，谁要看他扫地了？俺这就去叫小虎子、小六子他们去。哎，雷儿对他那么注意。来，这枪一人一支，我来教你们该怎么使用它。好啊！哟，这可就是洋枪啊！真家伙，厉害吧？瞧这玩意儿还够精致的，是，而且还挺轻。洋枪怎么可能会轻呢？哦，那想必可能是俺的力气比较大吧。不是啊，我也觉得挺轻的。对，不可能。这木头还能重到哪儿去啊？就是啊，就是挺轻的。你看，怎么会这样？咋了？这怎么了？咋了？不对了。吴楚子居然骗我！什么？被骗了！被骗了！被骗了！知道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买的时候怎么也不先看看清楚啊？这样都能上当啊？怪不得他一直搭话也不让我看。哎呀，原来是假货！看样子不怎么样。你刚才不是还说挺精致的吗？我随口说的，这样都能上当？不让你买枪吧，你非要买，还找这种门路？天下哪有这么大的便宜都给你占呢？一点戒心都没有。别说了，我现在就找他理论去。哎，沈镖头，奎儿，沈镖头，我去看看。沈镖头，你300大洋卖10支假枪给我。肖少镖头，你先别激动啊！能不激动吗？有你们这么坑人的吗？不是，怎么就坑人了？啊？要说坑人也是卖给我们枪那帮人坑人的，是不是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也是受害者嘛。是啊，是啊。那好，那你让那个人现在过来，把钱退给俺们，让他把假枪拿走。那人他傻呀，拿了钱他不还赶紧跑了，还等着你去抓他，回来臊他。吴队长。敢问真的有你说的那个人吗？当然了，当然有这个人了。哈，啊，反正你们要找你们自己找去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哎，咋跟你没关系啊？是你告诉俺有门路的，这下倒好，让俺害了邵镖头和镖局。反正你今天必须给俺们一个交代，不然的话，俺就……哎，你能怎么的？哎，你能把我怎么的？二哥赶紧过去！小镖头，没王法了，你管不管？管不管？灵儿，我们是来找吴队长道谢的。你看，听我的话，谨记行事。俺听你的。吴队长，哎，不是，刚才我们没听错吧？你说，谢谢我们。吴队长当然没有听错了，我们两个是专程来谢谢您的。啊？要不是吴队长你，我们上哪儿去弄那么好的枪壳子来？这还好，
邵镖头，你刚才说什么枪壳子啊？其实这不能算是假枪，顶多呢是做了一半的枪，只要加上联动装置，完全可以用。什么联什么制？这是我在广东的时候学过的造枪技术，不过呢，具体的构造我也记不清了，得回去把图纸拿出来看看。有了图纸，就能做出真枪了。我们自己做的假枪也能成真枪？你们做的？不，我是说，我们被骗的那批假枪也能做成真枪？要是没有吴队长你给我们找来的假枪，我也没有办法做出真枪来。不耽误你了，我还要回去做枪呢。灵儿，我们走吧。嗯。沙镖头，沙镖头，你咋回事啊？你干嘛不让俺教训他？你以为动手就能解决这次的问题吗？他们准备赖到底的。那最起码也让他吃点苦头吧。苦头当然得让他吃，不过不是这么个吃法。这句话啥意思？你是说你想出办法对付他了？已经想出咋制作洋枪了？我要真能做出洋枪来啊，还用大洋去买吗？那你到底想出啥办法对付他了？如果连你都能猜得出来，那我还叫小五魁吗？来，把枪端正，平视前方。好的。看着瞄准器。来，抬起来一点。眼睛看前面，抬起来。哎，这枪不是假的吗？邵镖头还让我们练什么呀？抬高一点。邵镖头自有邵镖头的道理，别说了，别练了。别放下来。快啊！哎，桂姨。听说我给你那300块大洋被人骗了，是真的吗？哎呀，我那白花花的银子，我这300块大洋，就换了回这些烂木头来了。你干嘛不去找他们讨回来呀？去找了，没用，他们耍赖。不过邵镖头说这样更好，他会有办法的，所以俺们就回来了。真的？真的有办法吗？桂姨。你只要让他们好好的演练，我就能够让吴楚子把吞掉的那些钱都吐回来。他们骗了我们的大洋，他们能愿意还回来吗？我不但要他还回来，我还要他心甘情愿地送上门。哎呀，我看你也是疯了，净说胡话。啊，你不相信我？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呀现在赶紧回去算算账。哎呀，看看能从哪儿能把这300大洋弄回来吧。桂姨，你听我说。行了，桂姨。300大洋。好了，大家继续练习，别偷懒啊！来，抬起来。好，放直。哎，抬高了，放下来一点。好，眼睛看着前面。端正了啊，别动。其实有什么好愁的呀？人家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听到外面人都说他武功一流啊，机智聪明啊。哎呀，这有什么用嘛？我这孩子做事还是毛毛躁躁，不够踏实。就拿这次买洋枪的事说吧，我再三的跟他说我不让他买，可他偏偏非要买，还愣头愣脑花了大价钱买了一大堆假枪回来，还口口声声说要把那些钱追回来。哎，他这样我以后怎么敢把镖局交给他？年轻人嘛，做事当然不如你这么老成，可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好啊，做事有冲劲，想法又活络。可是他总跟我这个做老子的对着干呢。你敢说你年轻的时候就全听你爹的话，我一点都没对着干？你怎么把我跟他相提并论呢？谁都是这么过来的，你看你现在不也把镖局打理得好好的吗？你还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啊？虎父无犬子。话都让你说了。来坐。买枪的钱要是追不回来那样也好。为什么？吃一堑长一智啊，你以后就不用再多担心他了。哎，
也对，奎儿长这么大，他就是太顺了，欠的就是磨练。好，我听你的，这事儿我就甩手不管了，就随便他去。哼，是好是坏，都由他自己担着吧。来，你想明白就好。月娘，他日我金盆洗手之后，你可愿意常伴我左右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想替你赎身。你是个好女人，不应该一直待在这种烟花之地，应该有个人好好的照顾你。哎，我知道你很关心小胡子和蔡道峰，想来你也希望能和他们一起生活。当然了，你若是跟我去了镖局，就不能过现在这种锦衣玉食的日子了。我不敢说大话，但我能保证的就是让你一辈子有依靠，有我在一日，就绝不让你饿着、冻着、委屈着。有你这句话，即便粗茶淡饭，我也满心欢喜。啊，这是干啥呀？俺也不知道，少白头吩咐的，你照做就是了，别老问那么多。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。对呀，你都不知道他这个人，又聪明又能想办法，而且武功高超，还会跟别人打交道。俺觉得呀，这世界上没有啥男生能难到他了。有那么棒吗？当然了，你要能学到他的一分啊，你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还不是一样被骗。你说啥呢？你这个榆木脑袋，咋跟你说都不管用。哎呀，干什么？你手肿了。不就稍微肿了一点吗？不用你趁机献殷勤，俺去找少镖头去了。哎，萧武魁走着瞧，我一定会把磊儿抢回来。哇，小灯头快点，吃的慢。漂亮啊！哇，哎，小灯头，你看，这花灯会要开了，就是不一样。这个是放祈福灯的架子吧？真的好漂亮，这可比去年的漂亮多了。今年伴娘一定会非常非常成功的。雷儿，我们今天不是来看热闹的，是来找警备队的。哎呀呀，俺给忘了。没事，俺现在帮你找啊。哎，看这个，好红啊！好看啊，别告诉我你又看到什么花灯了。不是啦。莫雅，是你们呀，这么巧。哎，格格，亮庙会那天你跑哪儿去了？俺一直想跟你聊天，结果没找着你。雷儿，别说那么多了，先看看警备队巡逻到哪儿了。哎，格格，今天呢俺有要事在身，所以没办法陪你聊天了，等哪天有时间呢咱俩好好聊聊啊。俺先走了。这几天
你在忙什么呀？哥哥倒想问你在忙什么，怎么也不到府里来见见哥哥呀？柳叶，小少镖头有他自己的事要忙，我们走吧。嗯。哎哎，莫雅，你听我解释。这几天镖局里面的确出了一点事，我心想着赶紧解决，好安心的跟你共游花灯会。花灯会？哎，这街上的布置你都看见了没有？这花灯会就是七夕节，对山海镇的年轻男女来说，这可是一年里的大事啊。七夕节？这不会是你第一次来花灯会吧？啊，那就让我陪着你，在山海镇一起过一个七夕节吧。小镖头，小镖头，小镖头，找着误处子了，在隔壁的街。哎，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回头再说吧，我先走了，走吧。这边，走吧，走吧。这个雷儿真煞风景。柳叶，奴才多嘴。你就是多嘴。雷儿又怎么样？他算什么？想跟本格格比？这也不错，是啊，花灯会啊。那边的更漂亮。哎，你看这不错啊，真好。哎呀，你看那个啊。哎呀，真漂亮。哎呦，夏少镖头。哎，吴队长。哎呀，这么巧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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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